的地图，我现在进去，我看要去哪里。哦、我没有说龙骨石。开模组啊，牧羊。哎、欸，我的脚嘞！我在说现在的狩猎暴人喽。哎、欸，重疾护士下一个是啥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说那个昨天那个护士还没解完呢、欸，你还没打完？剩暴力，你们都打完了吗？没有啊，我那天之后就没再打了。对啊，剩最后一个啊。什么护士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没有，他就是你 去摸你的血玉，你等你那个血玉磨出来再告诉你。我才不告诉你嘞！你把头盖骨磨成咸鱼，我再告诉你。我刚刚磨成功吗？没有，刚磨到一颗了。哦，用磨我已经做好了。那么会磨？啊，你要不要进来？还是进来了，只还没开始而已、啊。你要不要开始？三任务而已。那就是你的小猫管家啦，会送你护士，要去接而已。要接他，要接任务而已。看似不起眼的任务，殊不知说地洞护士还是什么的，还有他送一堆护士，蛮高级，四个护士，稀有，那是做不出来的稀有护士。嗯，然后被丢包，我看到他了。嗨，第二个，嗨，第三个，没有哎、欸，三个都在这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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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这也不能，两个而已，两个有石头吗？我记得这里这里这里，回头回头回头，啊，我刚刚听成这不有石头吗？啊哦、我也是拼石套哎、欸，我在想说也太恐怖了吧！我靠，这里有石套！啊，我撞我撞，撞你撞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都插上去了？还跟我讲等一下呢？龙眼快，龙眼快，龙眼快！都疯了，你跟我说等一下。对啊。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。哎、欸，子弹在做代价。我的天哪！我的队友把我丢下来，我只好继续挖他的背了。哇，重化那个子弹速度我真的不喜欢。还好啦，因为我已经习惯那个轻化、那个轻量化的那个加速了。你不可以因为……啊，算了，不想讲了。好啊，就跟感情一样，你不能拿上一段感情用在这一段上面一样。好，我死，这么深奥题。对啊，所以才说不想讲。我看你啊，我这蓄势，要死掉啦，要死翘翘。捡起来啦！那任务失败了，就是我先去采集。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出现在这里。欸、真的可以吗？看到一次我就自杀。哎、欸，那我走了。我找你也算哦，不要被我看到。欸不好吧？要滚啦！要死翘翘啦！他现在很恐怖哎！妈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掉落物。我想说你生气离开了嘞。我？没有啊，就是 nice。你怎么不可能？我像是这种人吗？你会跑去陪别人？啊，那也是没办法，是吧？哇，还好我绑住了。我们今天碰车真的很恐怖哎。在场只有我没盾啊，我是不是要换片手剑啊？哈哈。晕了晕了，我好怕，尴尬，我突然好怕、哦。我刚真想挖矿石，有人在挖他的背，有王八蛋在挖矿。啊！晕了！拜托，王八蛋回来做事好不好？三个纯水晶石又能干嘛啦？好好、哦。我给你，来来来来来。他看起来很气，很火。Okay. 哇，他的门牙都变成那个侧甲榴弹，好帅哦！侧甲榴弹的形状。我
好像是不是？好，你再笑，你再笑，我去死了、哦。对不起。喂、欸，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，沙粉，拜托沙粉，要烫死了，要烫死了，沙粉快点！有有有了，啊、我傻了，可是你还是被撞死了。没有，来不及杀，我们看到的血变回来。我本来想大声斥责，但是真的太好笑了。我都飞扑了。不是，重点是我真的有傻了，差一点点。不是，我从我喊要撒，已经撒到现在七八秒过了吧？我看到有人还在那边射，我冲奴正在射。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看到有人还在那边射，是不是没带粉尘啊？他有，他平时很会那个，很会撒。没有啊，太刀才是辅助型武器、啊。冲奴带坏了他，你知道吗？太刀才是辅助型武器啊！还想要输出。安安，等一下哦，我喊到喉咙破了哎、欸！中完了，我家孩子很乖的，都是中奴带坏他的。换掉，换掉，你换回太大好了。你换回太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说生存几率变很高。自从你玩那个，我发现都是我死哎、欸。我有三次力竭的爆锤了。哎、啊，奖励耶！可是只有金银铜哥一了。我也是有金银铜啊，只能说这个奖励比较高。就打你的、啊，继续打、啊。那我不参战了哦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好好好，我带麻锤。我觉得孩子很乖的，都是中奴带坏他的，都是邪教带坏他的。承接任务，参加。两大邪教，三单汉族，撤甲。都是侧甲自动装填带坏他的，不得不说，那把真的玩起来很爽。大家都拿伪王武器，我来换一下好了。谁拿伪王武器啦？没有了，看到其他两个都拿伪王武器，我来换一下太刀好了。看到你们两个拿，啊，算了，我换回去好了。我再拿大凶恶龙武器。我去拿我的，我的带两百多手，这么屌。开走，还是神威顺手，是拉个白斩，接下来就是弄三千刀了，你知道吗？谁在说？哦，我又被丢了。哦嗨，哦嗨，这么巧啊！哇，这么巧！哎呀，哎呀，一起挖，一起挖，一起挖。为什么你是挖三下？我还有挖过四下的哎、欸，那我直接每个人不一样。对啊，我之前有挖到两下，还会想说是被挖光是不是？走了走了，跑了。哎呀，我忘了吃饭啊！换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放下来？嗯，怎么裤子要脱下来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刚刚会死了啦。想听吗？啊，我看到有在采集。樱花药没有喝。对，我们没有吃猫饭。
最近不是喝了，然后又有一罐吗？哎、欸，他滚进里面呢，要喝人影了呢。对啊。好吧，先拆一个人影。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。这里啊。咕噜咕噜咕噜，这里，我这里。不知道，可是我站在这边不会扣血。啊，对耶。那走啦。对耶。打他尿尿的地方。他在上面呢。轰龙哎！太轰！我看，奇面族你冲死！不是奇面族，是岩贼龙。岩贼龙。那不是奇面，奇面怎么有这么好战？啊，不是啊，又滚去哪了啊？欸、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哎、欸，还在上面啊。到底是哪里？那个一号营地上面。大波。大波路。对，大波路。戳啊！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你一定要在那边射吗？这边没有墙壁耶。麻痹哇！呱呱呱！我迷路了。这是谁？我是哪里？大波那边吗？嗯。我看到他了，滑坡勇者，一起闪就晕了。我听到叮一声，那是看破的声音还是弹刀的声音？弹刀的声音。不行，是太远了，红眼。断啦，我朋友断了。我很久啦、啊，开玩笑，我拿着有刀子的锤子哎、欸，我差点也要晚安了，如果不是晚安，够晕啊！看是不是你玩太刀生存率高很多？毕竟我太刀游玩时间是中弩的装备啊！开滚了！哦，好大颗这个！你为什么要抽我？哎呦，有猫哎、欸，我想吃它。有猫，你讲其他？其他吃猫吗？不要打头啊！你想趴猫吗？我没有打，我没有打，我没有打，我没有打。啊？猫在那边啊。猫，他想去撞猫。射击游戏。你看。打他头是在捅妈呀！骚爽！你想骑猫？
你妹知道这件事吗？啊、你家的狗知道这件事吗？他可能不知道。天哪！我听到盾的声音。好，转过去，哇塞，哇塞，忘记不会吸血。听我的，要紧，要用力。五子弹去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挖尾巴？对哦，我来回，我都拿回来。我想问一下，集中是加什么用的？集中加蓄力速度哦，或者是蓄力的量。哎、欸，量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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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会怕，好恐怖，刚刚。看。在旁边笑而不语，这时候只要笑就好了。这时候只要笑笑不说话就好。他要我赢了，干我要死了、哦，我要死给你看了、哦。好，没事。哎、欸、哎，完了！哎、欸，你说可以挡的，你怎么没救我？你怎么会跑我前面挡我、啊？你没有在我后面啊？你要在我前面啊！我正在睡他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撒几次粉才是没了？你要跟我讲哦。没有，我粉尘小粉尘是代码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对了对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好。还想滚？哎呀，不缺亮点。他是没什么麻，他是不怕麻。我、哦、靠腰啊！要麻啊！啊，这不就麻给你看了吗？要嘴一下啊！他是不是不会给我宝玉啊？啊，对，需要他去宝玉吗？天灵啊！他是不是不会骷髅头啊？有人解他的痕迹吗？痕迹、啊，其实都有捡很干净啊。可是这几场都看你们靠边呐、啊。哎呦，看看看，好恶心啊！我要穿，我要穿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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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等下要被嘴了。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，没事没事。剁头喽！来了来了，去做吧！哇，看这个爆炸！我靠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走吧！
砸。他是不是真的不会骷髅头啊？没看到啊。骷髅头的啊，我看到了。我干，我干，你就是跟你讲说不要跟他回家了，利息勒。啊，我就在上面喽。不是你啦。挖矿，挖矿，我给矿，买押金，矿，挖矿。哦，我原本那个地雷陷阱、麻痹陷阱是喊雷切，雷切，对吧、啊？什么东西？手放地上，然后就一堆雷。手放地上一堆雷，对吧、啊？我等下拿帝王雷切来看。那把超帅的，就是伤害不怎么样。哇哇，他真的给我天灵哎、欸，天可哎、欸。真的要嘴耶、欸！两个天壳哎、欸，以前的东西耶、欸！你刚刚不嘴，现在跟我讲个好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他没给我。你先起猫给我看。宝船已经出现了。你刚刚有两个，你刚刚说猫在上面，我想骑。不是啊，阿弟有人，没有人，他不让我骑啊，啊，我得啊，你要把猫晕了再去骑哦。那你就问他中弩的那个为什么不让我晕他、啊？你要习惯啊。有时候我也喊了啊，他都一说射下去。不能怪我啊！啊，我没有听到。跳闸帮你喊。哎，觉得话题怪怪的了。他不想让我。天地混之龙哎！我怎么一直出啊？我要去做他的，我要去做他苦。哎呀！哎呀！没嘛事，我想打个牛王啊！牛王哦，啊，对，对，他还缺牛王的，我缺两个重科啊，晕死他！哎，雷阳龙，不是，不是，有了爆锤，不是，不是。增强就不够了。哎、欸，有爆！我想说雷狼王的武器。雷狼不就只有重弩吗？对啊，重弩。他武器也很帅，太刀。我太刀很帅啊，不好用，但是伤害不怎么好用。好用啊、那个掌位不错啦，伤害就对，掌位是好的啦。斩龙，斩锐。克制帝王雷切，这么帅的名字。那我看一下锤锤的雷，雷狼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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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阎王是一金三银啊，有谁更好的？贝塔，我的三金都不知道打完了没。欸、雷狼在哪里啊？找不到，很上面吗？他好像在那个，我很上面。哦，雷属性这个、哦，哇，这么帅哦！王锤雷神改，对啊，他名字是超帅的那种，不愧是封面怪。试穿，好，试穿一下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你说你的阎王老师什么？哎、欸，讲话、啊。什么？阎王龙的奖报酬。我要看一下，我再看攻防。哎、欸，我还差什么？哦，重可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一金三金。这是你的任务的奖励啦。超电雷光虫。好，我去看一下。二金二银一桶了，我的。要看一下哦。但是只能打两次。我来了，不会死啊！哎、欸，有新的哎、欸，两个的，四个的，一次力竭倒下。哇！你那边怎么还有？你那边都是哈扣模式哎、欸，单金二里哈扣模式好哦。为什么那么哈扣嘞？他奖励好啊，单金二里。我有二金的啦。太小了。
恋爱了，看谁、啊？我恋爱了。要接哪一个？啊，就不然就接两个新的。接啊！哦，我接。只差两个中可，不可能，中可都不会有吧？不好说。不好说。输了就没有了。找个阎王龙都不见了，有没有勾到吗？我也去看一下。你要看一下每个都看一下。有勾到吗？那你要找啊。我说我刚眼馋了，没看到他。我的眼睛夜障重。我眼睛夜障重，看到了，眼睛夜障重。大一重。哟，接了。呀。哦，又是银弹。哦，两个银弹。两倍的银弹，嗯，尿尿氪金道具，咸鱼，我来了，呀，道具没接住谁，等下，此任务无法反复接哦，那个。那叫什么？动图的那个坐骑任务。我、哦、这礼拜炼金加长道具换了。FB 不能把那个缩小，好讨厌。嗯？手机的、啊、不能把。好了，缩小就不算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想骑马哦！哎呦。我决定把那个这个关掉去玩什么了。哈？怎么说这那个发言好恐怖、哦？就他。这是他，我被救拔了。那个恐怖发言就是他，四级啊，那就是他哦、嗯、啊，恐怖吧？对啊，我都想不到他是这种人。拜拜。你要在下面打吗？要在下面打我就 on 他、哦，我就 on 啊。可以啦，反正上面滑坡也不太。有他来被丢包了，是你在拍什么？有吧？哎、欸，坑没了。你那个拍的在忙什么？可是我刚才觉得你没有拍的多，还是我在洗。洗油。干嘛？不是，我刚刚是先勾到他的肩膀上。
哎呦，厉害！张月鱼，不能有尾巴。你的脸很漂亮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在夸奖你。好烦哦，不能接近你。哎，还可以撞哎，他还重，他还重。我没了。我也没了。你的脸好漂亮哦。冲他回，太中间了吧？失望了，好，对啊，他很中间欸，没有东西可以撞啊。对啊，有边边了，边边了。可以吗？那、哦、是哦。从左边的话，撞墙。哈，他、啊、不是很会。我以为那个人是可以撞啊。是可以的、啊，他就是会绕路啊。My bad。所以才会被嘴啊，你们就难过。哎呦呦呦！有我难过，你嘴我。我没有嘴你啊。我会笑你。换地方睡。尾巴也太难撞了吧！你的脸也太漂亮了吧！换地方睡。哎，我的刀哥，好像一把火。燃烧了整个嘎子窝，好痛！哇，他干嘛？哦，哦，没有干嘛？尾巴，尾巴。有人要爆是不是？很不贵。差点爆炸了，那那个轰轰的，对，突然这样。刚刚爆炸了！要剪红线还是剪蓝线？不会，不会迟到。你的看台是我的最大动力，不像有人跑去滑神魔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好好讲话啊！我还挂着哦，我要关。我又没有说谁。我劝你是好好说话。哎呦，你到底想不想要阎王的纵可啊？哎、欸，我想，抱歉，快了。我好像因为我只能猫两次哦，要结束很快哦。猫一次啦，只能猫一次吧。我这个是猫两次的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就是、我来啦！我来猫两次啦！有所有猫可以猫，那可以咪咪猫吗？猫可以骑。听说可以。哎呀！死鸡啦！可以呢，我爸讲。捡石头。再撞一次！忘记和鬼人要的来了。
破啊！完了，啊，该晕了吧？他都不会晕的哦，因为我没有在，只要晕了没了。不是啊，要嘴一下不是吗？哎耶，骑猫了，可惜没有猫咪。哎，我带走了，这也是猫科，可以。哎，好高，而且还是公的哦，可以了，男的更好，知难而上，知难而上。他现在是男上加男，没有，我这边是女角色是男的，还是你是强人所难？角色是女的。哦，来下来了。他头是不是还没爆啊？还没。我很拼命在吹了哎、欸，而且他还没开大招哎、欸，是不是快开了？我还没有那么上，碎了，还不够，碎了。我没有石头，我有。好，等你。爆炸头放哪里？不用放了，不用放了。跌倒吧。可以这样子哦，可以啊，现有示范过一次给你看了。我没有啊，我有，应该说下面有地方的才可以吧。哦，我没破，快破了、啊，快破了、啊，你看是不是？没有，没破、啊。我说破就破，破，叫你破，叫你破，叫你破。我刚跳起来有天花板，哎、欸，晃眼了，还有石头吗？我有，来了。我靠，这样撞还是没破。你头很硬哦。对啊。也头小子。你的防御都点在头部上哦。他叫了、欸，他是不是？要躺了，已经躺了，绝对是要躺了。破了！他去哪里？回家了。嗯，我想说，哇，他的脚壳。安安，我没事。其实我很想念本名，可是不念名字，想谁谁谁安安这样子，可是干念本名好奇怪、啊，怪怪的。对啊。他们要回家吗？没有，他被闪下来了。没有，闪下来了。加了。他想背。超跑。哇哈哈哈！换我了，走，我们去温暖的地方。走，我们去散步。他又被带回去了。这个最远的地方了。有点远啊，这里。来，那个是夕阳。哎，来，他下来，哎、欸，他好像快在下面哦。哎、欸，我要下去。交给你们了、啊。我会悠闲的骑车。哎、欸，不能了。我、哦、还是要回家了，进不了。我硬撞他，他没有动。对，我秒撞哎、欸。我就回来了。好可怜。